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2010年呢，真的非常谢谢很多很多的朋友一路上的相挺、跟支持、跟鼓励。2011年呢，我真的非常的努力，然后唱出更多的好听的情歌陪伴大家。我的最新专辑《未来的情人》即将会在1月21号正式发行了。1月4号呢，即将已经开始预购了，在全家便利商店跟全省的唱片行开始预购了。预购的朋友们呢，会送上复刻卡带暖暖包哦，也希望我的这张专辑跟我的暖暖包一起陪伴大家度过这一个寒冷的冬天。这个冬天有我的歌跟暖暖包的相伴，希望你们每天过得开心快乐。